说呢？哎，不会的，太阳能啊，波浪刚刚讲啦，对啦，在我们的主持界哈，应该大家呢，哎，很多都是我们嘉义来的粉丝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他们会怎么知道你要来？我不知道，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要跪下，他们的所在过程中，跟咱讲话咧，都跳过来，我结果跳了外来，对，应该是有啦。我那天刚要来，但是想要在，因为跳了外来个车，我唔敢啦。啊，那原来只可以看我一个，啊，真的吗？没办法看别人，哦，是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很多粉丝也是冲着你而来的，啊，可能是知道他们，哎，可能他们私底下有一个群组，对不对？也是有，好，知道哪一个现在要去哪里，大家摩托车就赶着过去这样子。对啊对啊、谢谢哇！谢谢感谢的那哥哥哇，对着咱的小姐拢是这么疼的哦，感谢今日和你拜一谢，帮我这么坐吧哦，祝福你回去会当安尼吼，哈长哈得几日百假吼，本来叫大哥，未使叫阿伯，我拢叫阿伯啊，真的哦，阿伯你嘛是赶快你粉丝的对吧？你嘛是你的忠实粉丝。应该不是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你介意那就熟的感觉。对啊，啊，就看久了就好像当朋友这样子啊。哦，对啦，就是长辈，要有一种尊敬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阿里江南游玩，特别感谢哈，感谢那呢啊，我们的江月娥，我们的江大姐哈，大姐等多起来，要加去我们雪山镇，谢谢，感谢的大姐，哇，站走的那好漂亮哈，哇，知道我们丁真老师以及我们的小姐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，对，站。走就贼阴聊哎，被华南来击碎哒，所以你家你看华南的大姐非常的大心哈，谢谢哇，今日吼，哎、欸，迄条两个和你开到这么济，你回去吼，赚回千千万万倍，好，啊嘛祝贺咱的江大姐呢，会当身体健康，吃到200年，富贵又乐来过日子，子孙又好，等会时和你一世人吃千到万，无烦无恼又无愁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大姐就可以提啊！真的啊，看到这种哈，我们说家里有福有宝，看到这种满满的笑容，就是我们哈就很幸福，后辈对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大家摄影大哥呢，哎，阿美奎你会记者都弄来带嘛？所以真的，因为他可能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的小姐都从我们的中南部上来这样子。对对对。以往我们招安宫呢，都做我们大型的活动，都是做我们的歌星影集比较多。所以呢，我就刚刚有讲。包括小薇我来讲啊，来跟咱招安宫无红的嘛，足困难的因为来跟咱招安宫的迄个艺人。大致上呢，都已经大紫又大红了。好，来，朱头弟啊。对对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许富凯，也金曲歌王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位呢，就是我们的曹雅文，也是我们的金曲歌后。那第三位呢，就是我们的璇璇呢。好，期待啦，指日之星啦哈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FB 上面，只要打出璇璇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，好像有一个跳出来吧，跳出很多我们的视频，对不对？有，我有去搜寻过，它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璇璇，所以喜欢我们的璇璇的哈，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， 里面有很多他演唱以及主持的部分，非常多的视频可以让大家来欣赏这样子哈。好，来，阿水你家哈，后天关键请来跟歌手来演秀，那因为变成了明日之星嘛，所以尽量也唱一些大家脍炙人口的歌曲，让大家来欣赏。拜爱到无命，唔知惊。哦好，来这条唱过，真的假的？爱到吗？每个黑的小龙唱过，可是每一个人唱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吗？没关系，我听你唱啊。小龙唱的跟你唱的不一样啊。这个一个是站在高岗上的一个原住民曲风，对啊对啊，它是有原住民曲风。它是那个铁肺啊，对，铁肺歌后。对对对，我们让璇璇来诠释这首歌看看，说不定又有不一样的气氛呢，对不对？带来不一样的火花。也是可以改别一首歌 ，OK？ OK， 好，来，你要点哪一首？因为你的歌实在也太多了，好啊，很多哈。来来来，42820，好，来4820插播，42820，是42820。好来，这小姐呐，大家拢这厉害安尼吼，迄歌曲拢免找谱啊，嘛免看手机啊。全部电脑输入，马上呢吼，都拢会记得咱的号码，你甲看卖。那我们的璇璇更是话不多说了哈，话不在当下，非常棒的一位实力派的哈，哎，咱的歌唱的我们的小姐这样子哈，所以让大家呢欣赏今天她的实力，看看
任考不倒的哈，不管你有讲，你有唱，你有跳的哈，还是讲你有特技的，你考不倒，打我一样。多才多艺，我们的全方位的艺人哈，来欣赏看看我们的璇璇的歌声。你想摆半子半情气。好，来继续呢，是咱的将会我们二姐的歌曲《半子半情气》，非常好听的哈。来这一首呢，没有相当的实力，也唱不出他的感觉哈。那我们二姐的歌曲本身就不太好诠释的。来，让我们的非常漂亮、非常有气质的璇璇，听听看，挂嘴挂着气哦。